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台湾时间的5月16号凌晨的1:10。那紧接着是红牛杯积分赛的天地转播，有来自塞尔维亚选手 Doubt 对上挪威选手 VIP。好，又败暂停，这么多败暂停，败暂停打萨拉森骆驼对决。这张图上次 Z 老大有跟 Hera 交手过了，这边有石头，有石头，下面都不好开 TC， 不好弄啊，要 TC 就要开在这里的。啊，地图是偏大，哦，一样都是肉马开居多。这里是拜暂停毛兵开啊。这张图其实杀生好像不错哎。石头可以一直挖啊，然后来买卖啊。红牛杯是帝国战争吗？对，都是封建棋手的，没错，这是特有的文化。这一盘沙地沙三地沙丘萨拉森其实还不错，我觉得不错，因为这张图我们预设又是马国很强的话。假设这张图马国很强，那萨拉森一定有他的用处在，因为他有很坦的骆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是可以挖石头买卖嘛，啊，再来是有菜刀嘛，三个嘛，啊，黄金看起来是不多，所以菜刀不一定能出，但是至少有骆驼，哦，我觉得好像还不错。然后又卖掉石头，打 all in， 先升级，两边都卖。哦，节奏很快。哦，沙拉森不错。拜暂停已经确定了，不管是在什么模式里，它都不错。这文明从来没落过的，能海上，能陆战，能打竞技场，能僧侣，能垃圾海，能鲁桥，超反的。不过缺点就是前中期比较烂。Hyper 这边是一个马厩，然后呢？他升级怎么升那么快啊？是开场就把石头卖掉了？达达人这张图应该是会不错的，这张图高低地太多，达达人一定有他，找到一张达达人可以出的。现在等轻骑兵上来就直接硬换了哦。Viper 有点评，从一攻一防，好凶哦！好 ，Viper 升级上来硬打，这个 Dot 走不掉。三只长江兵是封建的，直接硬吃，好，直接吃掉，哇哇！萨拉森可以，有机会看到拜暂停的保兵吗？这一盘吗？我感觉上是不会，因为没有步兵啊。话说他玩塞尔特打不赢沙神，那是一定的。塞尔特这个文明没有那种黑跳城，就失去那个的味道了。塞尔特有很适合在帝国战争吗？也不适合，灵活度不高啦，灵活度不高啦。他绑定在那种特有战术里。好，39村打36。那进入到骆驼节奏，又是有可以出骆驼。不是啊，晃他玩什么文明都像塞尔特啊。不是只有沙神，他玩什么都像塞尔特。哇靠 ，Viper 已经下来开 TC 嘞。哇，沙拉森这个图很强吧？卖石头又买石头，然后又卡在这里，很强欸。我感觉沙拉森会很常看到这个的哦。以后之后到西班牙的时候，这张图感觉有沙拉森，很强很强。啊，拜暂停就大家都可以出，
谁都可以选啊。啊，这边骆驼硬干，便宜骆驼打很坦的骆驼，145滴血打这里100滴血，打不过再吹。爷爷石头买不回来，价格没有杀生爽。哎呦，哎，我想把杀生归类在有点 counter pick 拜暂停。骆驼比你强，骆驼比你强。这张图枪兵走下来那么远，杀生还有马弓哦，哦，他还有强弩，不好打。感觉上拜暂停这张图就没有刚刚适合，一定没有阵地战嘛，没有阵地战给你发挥嘛。好，拜暂停这张图不出，拜暂停这张图不出，没有给你机会发威。刚刚那张图比较像是拜暂停吃饭的地方。杀生要练。以后红牛杯要不要谁冠军就去哪一个国家办？不是啊，主要是他们都要办在那个城堡里面啊。那你说如果是台湾拿冠军办在哪里？安平古堡哦，办在安平古堡哦，不太可能吧？中国是只要是打架图都可以。红毛城，你说淡水那个哦？放在总统府好像也可以，因为我们的总统府还蛮破旧的，有像古迹的啦。哎，现在这边僧侣带上来喽。Viper 现在两个 TC， 打一个 TC， 拜暂停只有一个 TC。骆驼怕僧侣，拜暂停补血很快，拜暂停补血很快。哇靠哇靠，这样子奶的啊。这边对砍一波，高地打低地，所以高地打低地的情况下，就是来进攻的人比较吃瘪。高地打低地，道特硬吃，道特硬吃 ，what？ 哎、欸，他怎么吃过的、啊？欸、不科学会战欸。麦克这边补一个宝，这边还有一个遗迹。欸，刚刚那个道特是不科学会战吗？高地打低地，不过现在数量不对。哇，这张图好残暴啊！啊，道特也不下来开 TC 的、哦。封建时代，对啊，是没错。爷爷单 TC 拜暂停敲到底，拜暂停打的像是什么文明啊？很凶啊 ！Viper 出阿拉伯奴隶兵一只，宇智波骗你。Viper 出一只。出两只，开始出保兵，要风筝骆驼吗？不好风筝。哇，道特这一坨很大一坨，他搞不好爬上来直接，可是骆驼国不好打 TC 啊，重点。台中有温莎堡，不过是汽车旅馆，哎，打不到 TC 就怎么样，在脸上插宝。道特打得很纯粹啊，单 TC 插宝在 Viper 脸上。喂喂喂，爬上来咯，爬上来咯。
哇哇哇，好汉坡！扎成晚安，谢谢你今天的赞助，谢谢你。明天见，明天 TAG 的比赛见。哎、欸，爬上来，爬上来，超勇敢的啦！他没有视野的吧？刚刚，哇靠哇靠哇靠 ！Viper， 骆驼接战，直接插宝在这里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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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啊，爷爷，你的宝盖好慢哦，你的人都在走路。这边骆驼直接激情开砍，两大阿拉伯文明、中东文明拜占打萨拉森都是第一代的，干嘛这样子这么凶？Viper 的宝先盖起来了，但是底下都是他 DOT 的骆驼，两个宝都盖起来，哇，超凶，哇，直接洗脸一波。但是好像道腾没砍到很多村民，毕竟是骆驼。炸药桶啊，道腾的炸药桶不深哦。道腾在这里挖黄金，你怎么恐呛是不是啊？你不会挖下面的是吗？道腾恐呛哎，这里打不到吗？射不到吗？射不到、哦，一级射也没有。突冲车啊，这个宝要掉了。孔锵孔锵，拜占庭就是这样啦，没有进攻能力啊。你那个骆驼砍半天，你看有死村吗？也没有啊，打的看起来很激情啊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流血啊。这就是我常常在讲的，这个骆驼文明就是没有杀伤力。你砍半天，好像砍得很用力，其实根本就没爽到，哼哼哼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啊。Viper 就这样子轻松守住哎、欸。骆驼文明不适合进攻啊。哇！哎、欸、，Masterpiece！ 哎、欸、，Masterpiece！ 哎、欸、，Viper！ 哎、欸，这个很屌，这个很屌。哈哈哈。哇，不用再升炸药桶了。这个冲车，这怎么解？哇，这 MVP 哎、欸、，Tato 啊，不是 Dot 用村民修城堡，来不及了，点帝王但是来不及，我快笑死。啊 ，VIP 的话没有办法帝王。IP 不能帝王，拜占庭帝王。投石车来了，投石车来了，会不会被城堡射掉？看一下哦。哦，城堡守得住吗？拜占庭帝王哦。哇！再升一台，再升一台。为什么拜占庭的宝感觉大很多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血量加成呢、啊？菜刀现在来手。VIP 这边这个宝排不掉，挺危险的。但是村民数只有55村，爷爷只有55村，菜刀上来，菜刀上来打骆驼，有品种有跑速，帝王上来了 ，VIP 怎么办？这个宝会不会掉啊？重装骆驼，单 TC 重装骆驼。这边按巨头 ，Viper 这边游戏时间26分，打猎吃大象，直接被砍爆。哇，拜占庭这么无脑哦，怎么图都很屌哎、欸。
现在 Viper 水沟流，后面来一个宝，防守宝，冲车上来，发现这个宝不推掉不行，嘣！哦 ，Dot 这里最终宝掉了，头车也掉了，巨头要保护，菜刀这边绕一下，等一下绕回来打巨头，找机会绕就好了。哎，失误！失误，菜刀送一只，但是这里菜刀上来鼻涕，84寸打55，拜暂停一个没有经济的，但是到手这里插一只宝，用宝来解宝，没菜刀你要输，但是 Viper 还有一个宝，这边修一下宝高地的，头车上来解，好56寸打86，YP 完蛋。哦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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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出巨头，这边有守住吗？没有。菜刀，菜刀还在打。哇，菜刀这里，哇 ，Viper 这里怎么办？这里巨头白嫖啊，石头很多可以挖，可以一直修。但是要想办法先解这个。哦，好像危险哦，村民数很多，但是军事被压着，我还吹走三只菜刀。上来解巨头了，上来解巨头了，低调营地 ，Viper，Oh my god！ 哎，阿骆驼送头哎。哇 ，Dot 也是送头 ，Dot 送幸福 ，Dot 送幸福 ，Dot 送幸福 ，Dot 啊，被 Juke 啊，高地堡有高地堡的用啊，哇，骆驼白送哎，僧侣进进出出被 Viper Juke 一波，哇，被 Outplay 被 Outplay， 然后再一个草药治疗进去补血，哇 ，Viper 戏弄 Dot。这一波死伤惨重，死伤惨重。骆驼终究是骆驼，没进攻能力，在那边抖来抖去一直死。草药治疗在里面补血，这科技 Viper 玩的实在太猛。昂贵兵种就是要好好的进场保养一下。哦，刚刚不是有会员说吗？股票卖一卖，东京去洗澡。这边杀生上来草药治疗，哇靠，就可哎，然后用箭一直射你，二级射的箭，一直射，一直就可，哦，再就可，再就可，菜刀越来越多支，吹不到就是吹不到，再进来，好，再进来重置，好上来，进进出出，逮到机会，逮到机会，没有甩到，上来拉打输出。再甩，骆驼全部贴上，这里还是有一个城堡 ，Viper 再进去，哦，没有没有进去，骆驼死一片，哇，一直 Juke 一直 Juke， 哇，一直在这边拉扯，哇哇哇，这个宝就是要推，现在点二防马，无限拉扯再拉，这边我们要看多久啊？哎，这里的攻防战会不会太屌？这里 Viper 没有宝嘞，其实。Viper 死守一波 ，Dot 一直进攻，但是 Viper 死守一波，地板都是红色骆驼。其实，哇，这边兵家必争之地吗？有拿五丈原就拿了北部的地区，这不出战矛吗？没有钱出战矛。哇，还在拉，还在拉，但是 Dot 没有兵了 ，Dot 没有兵了，哇操！一直拉扯五分钟了吧？这个巨头打五分钟了吧？打到一个终于你没兵，打到一个终于你没兵，打到你一个你终于没兵，这边巨头终于要掉，清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。这个骆驼很可怜啊，死在那里被拉扯。
哇，顶尖防守，但是这边危机还没解除，菜刀直接上去平 A， 菜刀上去直接平 A， 哇靠，这里菜刀直接城堡打帝王，有一对菜刀就可以，哇靠，大卫魔术，大卫魔术。他的攻击音效是零耶，没有音效。Viper 后面有出肉马在比例，但是菜刀死光光，但菜刀有两个宝， Viper 还是剩一个 TC， Viper 剩一个 TC 两个宝，啊 Dot 是一个 TC， 现在开第二个。哎、欸，这一盘好像也很精彩、欸。这一盘好像，这一盘有一点精彩哦。现在道特又上来，但是这是个低地堡，他这个堡盖在这里，会不会又送头？菜刀有几只？16只，点单倒血。这边起箭塔，想要控 Viper 的金，但 Viper 在后面偷挖，笑死。哎、欸，这个黑黑的地方有 Viper 啦，这黑黑的地方有 Viper 啦。控金的理想很好，很饱满，但现实很空，很空虚。他在这里挖你的金 ，Dot 想控金，前面压得很大力，和后面有人在吃你的饭，啊，就刚好没看到。哇，这盘到底是什么个演出？低地堡打高地堡，那、啊、这个堡到底修了多久？这个堡杀了44只骆驼，哎、欸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这个堡杀了44只骆驼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堡可以杀骆驼，杀了44只。哦，经济九，好扯，又上去了，又上去了，这个宝跟鬼一样啊，这个宝，这个宝会掉吗？很像那个什么战国时代的什么大阪城哦，狂攻猛攻。真田幸村要杀出来了吗？哎哎哎，干！我的天哪、啊、，Viper 的菜刀在这边洗分，断你的资源 ，Dot 没有金，其实是 Dot 没金 ，Dot 没石头被控住，啊，这里狂守。哇哇哇！这个这场还没结束哎、欸，轻骑兵一直在 raid， Dot 狂攻两个巨头 ，Viper 没有石头喽 ，Viper 没有石头喽 ，VIP 没石头喽，这边吃果吃金挖金，这边狂干。这边追着打64寸打90，这个宝要掉了，嘣嘣，菜刀继续出 Viper， 再买石头再撑一下，
欸，红牛杯为什么可以那么屌？怎么那么好看？欸，还好，不就今天还好有加开，两盘都蛮精彩的。拜暂停，刚刚是血虐，但是有看到那个火炮塔。这一盘这个走向，菜刀上来甩几下就死了。打那，哎，对，往后拉，宝继续修，宝掉了吗？哇靠！Viper 的宝不掉。好扯哦，好扯哦！哎呀，这场打得像冠军战欸，骆驼全死了，骆驼全死了，巨头要掉了，史上最屌萨拉森，史上最屌萨拉森。这个宝还扛着干，我到底看了什么？我到底看了什么？他把这边骆驼全部换掉，然后这样子挡住，然后用这样子的理解在打。我刚刚还说他没有热情了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的热情是放在红牛杯，不是督军杯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 ，Viper 不是把重心放在红牛杯，放在督军杯，是红牛杯。干，你怎么那么可怕啊你？倒头这样打还不能赢。哇，现在菜刀有32只，这要怎么打？结束嘞，哎、欸、，GG 了，拜占庭没力了，全部的钱都拿来打了，没啦，死啦，我可以快转吗？结束啦。没了，没力了，这没力了。我二倍速看一下哈。基本上啊，专业如果看四季的话，刚刚这里就是最后一波，不用再期待道特有什么了，你们懂吗？这个打这个，啊这边这样子，啊这边帝王还打不赢城堡，就是没力了嘛。好、啊，结束了。啊这边菜刀一直出，啊不用上帝王也可以呢。他越过你的宝杀你的人就行了，然后把你 TC 拆掉啊，不是吗？海点银冠，伊斯兰教，哦，伊斯兰医院团队补血，哇哇哇哇操，黄金没有了，还有这一队他也赢啊。还有这一队会输吗？我问你。哎、欸，最后的骆驼，想办法挤出来。没奶了还继续挤。104分打49，黄金是真的挖到快没了。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黄金地图上剩下6500。哦，还有6500。Viper 都可以点帝王了，菜刀有30几只，冲车加头车加菜刀，这里团队补血，你们可以叫这补血速度，我必须说了，我必须说了，史上最强杀生，我之前说 Viper 不会玩，对不起。我真的对不起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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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银冠也太恐怖了，这情况补血也太快了吧？倒车过来救城堡，重装骆驼上去贴。
这边有在补血吗？有在范围内。哇靠！无敌了这个。同是骆驼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因为他是菜刀。无敌了，无敌了。两村修堡，四台头车。VIP 点地王。Game over 了，哇哇哇！这是什么个画面？用菜刀甩城堡，帝王劝退了，帝王劝退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！哇，这个离谱了！哎，看一下这补血哦，兄弟们，这个银冠不常看到啊，这可能是史上帝王。道特只有九支兵，这里六十一。哎，这个宝很屌哎、欸、GG 了，这个沙拉森是史上最强沙拉森吗？最好看的，我不敢说最强，我不敢说。但是最好看的可能是这一盘。啊，这个城堡打了这么多东西，骆驼在这边拉扯，最终他居然还没掉。这个城堡到底是扛了多久？他后面还要点精锐菜刀。哇，这一盘神之防守哎、欸，神之防守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形容词找不到，神之防守，神之防守 ，GG， 太舒服了。我觉得今天有额外播到这两盘蛮爽的，虽然以 Viper 视角来说是一胜一败嘛，但是这第二盘有点太屌，有点太屌，我觉得这个很精彩。好，恭喜 Viper。